三二一，跑！下雨了，下雨了！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喜欢下雨天待在车里的？看着外面下着雨，待在车里真是太惬意了。 这台车呢，搭配的是微微靠7.1的音响系统，美妙的音乐配合车外的雨滴声，让整个人瞬间安静下来。坐在这张航空座椅上，真是太舒服了。打开我们的按摩功能，哇哦，这一天的疲惫感瞬间消失，这感觉真是太棒了哈！当然，娱乐功能也不能少，前面有个大大的显示屏，可以看看电影、追追剧呀。下雨天坐在车里看电影，简直太爽了，有没有？这台车还有一个很哇塞的功能。 接下来就让我们这台黑武士化身成为变形金刚，开始变身。这张沙发大床怎么样？爱砸躺就砸躺，听着雨声入眠，连睡觉也更香了。